好啦，又系我，今日喺广州，你做咩咧？喂，你啲气有咩好啲啊，老友？今日喺广州做咩？喺广州打比，估下比数先，我估恒大赢富力3-2，4-4。富力啦，屌，4-0啊！呢条友实话恒大赢啊，恒大打手嚟嘅，俾几？恒大5-4啊！5-4啊！我买恒大6-4，都比4。公安局见。警察叔叔你好，Hello。可能唔识听广东话，统计下啦，应该系恒大球迷多过富力球迷，暂时啊。都冇打比，芹菜翻屋企打和啦，费事两个打交啊！你哋咁如果真系打交，你哋会唔会攞警棍殴我哋啊？唔啦，我哋好文明执法嘅，唔会手臂延伸啊！唔会，好啦，好啦，冇再发。Hello， 有咩同恒大球迷讲？恒大都要加油！哇，恒大加油！因为广州恒大前身是广州太阳神啊，喂，收爹啊，卵嘈！广州恒大前身是广州太阳神啦，所以咧，佢啲打气歌就沿用到而家啦。咁但系咧，就因为之后佢搬咗去天河啦，咁齐齐上山睇波咧，就冇咗山嘅意义啦。咁今日佢再下翻越秀山翻翻嚟佢哋以前嘅屋企，所以就一齐唱。我哋翻屋企啦！所以就唱唱咩啊？齐齐上山睇波！齐齐上山睇波！美国派军打伊拉克，其实我哋深圳队啊，呢件好似签约咁啊。我中意呢个多啲。系啊，今日同佢交换呢件波衫啊。好少新聞人识讲广东话噶，所以咧非常之好。我俾人黐咗张纸喺度，我啱先发现。嗱，咁而家咧就行咗个马路啦，就嚟到富力 store 呢边啦，咁就好明显全部都蓝色噶啦。乍眼咁睇咧，富力嘅球迷咧年龄比较大少少，好少17-18岁啊，到25岁呢个年龄系比较少。佢哋可能啱睇波嘅时候系恒大鼎盛，所以就中坚力量全部喺晒恒大。恒大赢定富力赢？富力4-2，4-2，4-2咯。好，你好啊，考考考，你好，有得食噶，我有功劳你噶啦。恒大赢定富力赢？富力，富力，富力，4-2。3-0，祝低少，同唔同意？唔同意。恒大赢富力赢，恒大4-0，3-0。翻去广州天河嗰边，越秀山系富力嘅。有咩感想啊？买件新衫。喂，屌，睇波梗系撑主队啦，系咪先？系嘛。好中意唱国歌嘅。嗯。咩国歌啊？英国啊？唔系，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嘅。咩？邓英，你个样肥下肥下，成个戆鸠仔啊！系啊，屌你啊！因为你根本就系一个戆鸠仔。系啊，我系仆街。入场啦，而家兴唔兴奋啊？根据足协相关要做乜鸠嘢？扮罐装水神，安检 check 袋 check 水 check 下咪知道温州有冇喺度？烂。我哋坐喺边啊？张梅，主队区。喂，我望嗰边。抄你的吗？抄你的吗？之前系咪广州打比嚟噶？
球證啊嘛，球證北佬嚟啊嘛，撈佬嚟啊嘛，所以要講國語啊，唔識聽。VAR 有乜睇乜撚嘢？廣州隊，廣州隊。喂，琴日點睇啊？呢場勝算如何？勝算唔大，但係我都係撐廣州。廣州係難勝收。好感人啊！呢段説話。好感人，開得恒大 group 仲感人，開得恒大 group 真係好感人，死撚緊啊 ！RIP 小博。拜拜。啲氣氛好唔好過旺角？好過100倍啊！呢場比賽真係好有氣氛，係啲大戰嘅氣氛嚟啊！平時中超咧，我之前上嚟睇都唔會咁誇張。喺越秀山踢嘅先至係廣州打比，越秀山先係廣州足球嘅聖地。你喺天河睇，勁多外省人全部講普通話嘅，廣州打比冇廣東話，冇廣州話，咁叫咩打比啊？後面啲嘢，佢個名叫 Fooligan 啊，係富力嘅球迷，咁就係一啲外國人啦，就自己組一個球迷組織咯。咁 Fooligan 英文就係流民咁解，咁佢就改咗個 F 就叫 Fooligan。咁咧，佢嘅 logo 原本咧係掟緊煙花嘅 ，Pyro 就係球迷 Ultra 嘅象徵嚟嘅，佢又改咗做鮮花，咁所以咧巧和諧啊，唔會打交嘅，唔使驚。65分鐘啫，落款你睇，追翻球仲有機會嘅。收皮啊，鄭智！鄭智傻閪！鄭智傻閪！大聲啲！鄭智傻閪！鄭智同你講，香港人唔係狗，你老母先係狗。入場人數係12000多喎，20000多有啦。即係佢咪唔敢報咁大？佢唔敢報咁大，違法嘅嘛，大佬。坐滿場唔可以超過80%啊嘛。即係佢而家係夾硬坐滿，跟住報細數。屌你！好啦，应该4-1啦。好啦，系。十二码。西域，你人哋几咁大？好咁大声啊！真系，好卵癫啊！真系。大聲佢哋真係好齊。你咪吹雞啊！球證打你啊！我屌！有咩講啊？預料之中，但係即係你冇期望。到最後輸都會失望，真係慘。簡單啲鼓掌不是技巧。咁點樣先？點樣先要唔簡單？係咪好撚複雜咁樣鼓掌要點啊？咁我你估複雜嘅鼓掌先至係謝場，依家謝咗場。廣州冇打比都好，睇完都要翻屋企啊嘛，唔通你唔翻屋企咩？每逢睇廣州隊，我都有一種好親切嘅感覺。因為我聽得明呢度嘅語言，我了解呢度嘅文化，我真係好羨慕廣州可以有咁矚目嘅本土足球。每逢週末，一班老友一齊入場睇波，用屬於自己嘅語言吶喊出自己嘅聲音。但係廣州打比係一場倒數緊嘅打比。因為我哋嘅語言正在衰退，喺自己屋企啦，本身深圳本地人嘅廣東話都已經消失咗啦，所以廣州打比啦，對保留我哋廣州同埋廣東話文化係非常之好嘅。廣州打比一定要繼續撐落去。但願20年後嘅廣州打比，依然可以聽到字字鏗鏘嘅西關音，球迷依然可以字正腔圓咁對我哋講一聲：香港足球，廣州足球。不可以死，粵語、廣東話更加不可以死，共勉之。離場晚些也不去。